羊肉炒面好壮观，黑死人了。标准还是臭的，咋办？饭是臭的，哦，你还打开每一盒来哈，每一盒来都是臭的，啊，都是一样，都是臭的，全部臭的，哈。天哥，你看吃饭，上来就是这鬼样，咋个吃？咋吃？咋个吃？做饭，全部是一样的。来，你来拿红的，我问你。你问不开。请看得好，看得好，请看得好。罗哥的。你们大家看啊，这是清真寺红峰第五小学娃儿是食物中毒，你看啊，都拉了好多车去贵阳去了。